我给你弄爆你，你就撕了它的威力多大了。要不你输了的话，与我共唱一曲。不是吗？你们想一想，还得摇这个，你先摇。Round one， 就转这个就可以。对，就是随便往里摘来的。放这玩意儿，锤子砸。啊、哦。没有。Round two。一个啊。我没有两只手咋办？Round three。这是个体力活，真的是。我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啄木鸟。啊，这两个我应该没问题。一会儿一拿个汽车，你就漏气儿了，就剩这么点劲儿了。这个，你说这个，如果这要爆，我就和袁老师唱一首《花香》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们俩在这儿，一个体就是，对，就站旁边那个，对，还是这样。如果我们俩就全插满了，也没爆怎么办？这个哎，这怎么砸？干嘛呢？来，但是没爆，但没爆。没有，它固定。你别砸了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有些没。不是，你看它都固定住了。没有，我就要爆，就要。我给你摁住了啊！啊！炸！这怎么不炸啊？这肯定炸呀！一个在这儿。所以比谁先炸是吗？我来。那我。就是比谁先炸谁赢。对。就是这个。谁先炸谁赢。今天游戏那个小凯，你赢了吧？输了，你输了，我输。那你没有想要的。我没有什么敢要的，你这样要玩其他游戏，也都不敢要的。混口饭吃，大家都不容易。